瑜伽师地论中说，第六天上别有摩罗所居天宫，也就是说在他化自在天中另有摩罗所居的天宫，就好比兜率天有内院和外院一样。佛说《藏阿含经》卷第十八第四分《世纪经》阎浮提州品第一中有记载，于他化自在天梵伽夷天，也就是色界初禅天之间有摩天宫，众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蓝盾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乃至无数众鸟相合而鸣，亦复如是。大集经中记载，摩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化乐天王、兜率陀天王、夜摩天王、第四天王、四大天王。那么这里呢，就是摩天王和他化自在天王呢是分开说的。大宝积经中记载，告四天王、刀立天、夜摩天、兜率天、无骄慢天，也就是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上至摩天，各令使之。这也是把这个说得很清楚啊，就他化自在天和摩天是分开说的。华严经云，一切三十三天，一切虚夜摩天，一切兜率天，一切乐变化天，一切他化自在天，一切摩天，基于一切欲界所居部类眷属。华严经中又有记载啊，复有无数他化自在天王，所谓德自在天王、妙目主天王、妙冠床天王、勇猛慧天王、妙音具天王、妙光床天王、寂静净界门天王、妙轮庄严床天王、花瑞慧自在天王、因陀罗利妙庄严光明天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皆勤修习自在方便广大法门。从这几段经文中可知，摩天和他化自在天不是一个天，摩天王呢也不是他化自在天王，这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这个历史问题。第二个是摩天的天人所住的宫殿在欲界的第六重的他化自在天和色界初禅天之间，有一类众生修习十善业道，极品的十善再加上未到地定，就是未到初禅之定，死后升到摩天，成为摩天的天人。但是有人会有疑惑，为什么他们没有升到他化自在天去呢？这是因为他们极度的喜乐十善业，喜爱美色，不修学出离心，远离解脱道，并且呢贡高我慢，认为欲界天最好。这个是他们跟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天人的区别。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摩天的天人是行十善业的，并且是欲界天行十善业行的最好的。如果是行十恶业的话，就会下三恶道，不可能升到欲界天的天顶上。这些摩天的天人会来到人间扰乱修习解脱道和菩萨道的人，向他们展示天界的美好，引导修行人修习十善业，
远离解脱道，不赞叹出家人。杂阿含经中啊，摩天答女人言：彼以离恩爱非欲所能招，以出于魔境，是故我忧愁。啊，就是摩天的天人呢、啊。为何如此呢？因为佛法根绝爱欲，从而出离魔境欲界，令摩天忧愁烦恼。所以呢，这不可思议的大菩萨们呢，就化作魔王波旬来度化他们，摄受他们为眷属，慢慢的引导他们出离。维摩诘所说经不可思议品第六中啊有记载，尔时维摩诘与大迦摄忍者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故教化众生，现作魔王。在华严经中啊，又记载：或见弥勒最初证得慈心三昧，从事以来号曰慈氏。或见弥勒修习一切难行妙行，成满一切诸波罗蜜。或为他化自在天王，为诸天众演说一切诸佛之法。或作魔王，说一切法皆系无常；或为梵王，说诸禅定无量喜乐。《大般涅槃经》卷第一，寿命品第一。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以其眷属诸天才女无量无边阿僧祇众开地狱门。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经者无所能为，唯当专念如来应正遍知，建立最后随喜供养，当令汝等长夜获安。尔时哈，魔王的这个波旬啊，于地狱中悉除刀剑无量苦毒，炽然炎火助与灭之，与佛神力复发誓心，令诸眷属皆舍刀剑弓弩铠杖矛槊长钩金锤钺斧斗轮眷锁手持供养，备胜一切人天所摄，其盖小者夫中千界，来自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爱乐大乘，守护大乘。这是魔王波旬在佛要涅槃前携眷属来供养世尊，教导地狱众生要专心意念佛世尊，才能解脱地狱之苦，并且向佛禀白了爱乐大乘和守护正法之心。啊，这个是涅槃经里面的记载啊。所以说魔王波旬呢，他就是菩萨啊。总之这些魔众哈、本来都是修行人，但是由于没有听闻解脱道的法，喜爱修十善业，自以为是，这样就修偏了，导致自己入了魔道。由于自己的人天福报非常大，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入了魔道，并且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修得很好。所以华严经云：“望是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